小康的两角钱，目前我们每一年呢，收政府呢可以收据大概超过800万令吉，从这个20县里面，那么我们收这个20县呢，用意呢就是不是说我们要从中得到这个利润或是要为难人民，而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收20县来唤醒。 这个人民呢少用塑胶袋，那么最后最好是不要用塑胶袋，因为塑胶袋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呢，塑胶会流进沟渠，流进河流，到最后流进海洋，那么对环境的破坏是相当严重，尤其是对这个渔夫、对这个渔民啊，因为他们的这个渔量的这个将会减少。